仙人球的种类。仙人球品种繁多，外观可以分为绒类、宝类、毛柱类、强刺类、海胆类、顶花类等。从毛刺可以分为长毛、短毛、稀毛、密毛等。常见的有草球、罗网球、长胜球、金胜球、旺胜球、金虎球等。仙人掌是仙人掌科仙人球属多年生草本多浆植物，属亚热带草本植物，幼株球形，老株呈圆筒状，高30到75厘米，直径12到15厘米，原产于阿根廷及巴西南部干旱草原，中国有引进种植，各地普遍栽培，喜夏季温暖湿润和冬季干燥的气候，要求阳光充足的环境。仙人球为常见的室内盆栽仙人球类植物，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，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。